吃啊！吃啊！小七，小七！送到一个收拾疯狗的地方去，大功告成。哦耶！张大爷，大黄的死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你住院花了多少钱？我来赔。你赔得起吗？赔不起，我可以打欠条。你啊。哎呀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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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不能死呀！你还没说遗产怎么分呢？胡叔，爸，胡叔，再不说来不及了，五百万你分我多少呀，爸？爸，行行行。坏了，病人情况不好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那怎么办呀？得马上找大夫。那你们赶紧安排呀！快去把你们主治大夫叫来，赶紧手术啊！你先别着急，主治大夫下班了，我去叫值班大夫。爸，让我看看。你还看？要不是你，我爸能这样吗？不是，你看什么呀？不是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值班大夫正在给一位患者做手术，你们得稍等一会儿。稍等一会儿，等多长时间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怎么着？我怎么让你负起责任了？啊，你领导在哪儿？你们医院就你一个大夫啊？啊？告诉你们去！对，你需要跑得慢。哎呀！你怎么着啊？都别吵了。张大爷现在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做手术，他各项指标都偏低，血液供给不足，盲目手术只会有危险。现在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输血。不是我说，你有什么资格给人看病啊？我是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，我有正规的行医执照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张大爷已经休克了，你们再这么犹豫，一切都晚了。护士，你说是该输血，但是我们医院现在血库告急，那去别的医院调啊。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来不及了。是我的。你是直系亲属吗？我不是，但我是O型血，我欠老大爷一条命，我用自己的血来换。我也是O型血，输我的血吧。啊，还有我，我应该也是O型。那怎么能少了我呢？别看我细胳膊，但我还是很健康的。我也要跟张爷爷献血。那你们赶紧跟我去验血吧。啊。就是该他们输吗？对。不是他们，咱爸不能这样。对对对，就是，就该他们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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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爸，醒醒啊！你们三个血液样本都合格，谁先来？让我来。哎，大壮，袁大壮，亮，怎么了？你快来捂住我的眼睛。干嘛呀？我晕血还晕针。好，别怕啊，大壮，很快的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你过了这件事情，就是个真真正正的男人了，啊！爸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醒了，醒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大壮啊，没事了。
没事了啊。我完了啊！完了完了，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疼不疼？我血多，多抽一点。不用，已经够了。好起来的啊！但愿张大爷能度过这个难关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在这等着。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等他醒过来，亲自跟他道歉。我给您拿棉签蘸蘸嘴巴。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到阎王爷那走了一遭啊。放心吧，输血很及时。你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。哎，我儿子他们呢？哎，别提他们了，不是我说，您那几个子女还不如外人呢。外人？对啊，有一个叫亮亮的小伙子，他以前是医生，给您诊断让您输的血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真的？嗯，还有他的几个同事，您昏迷的时候轮流给您献的血。他们真的？在外面，守着不走，非要等您醒过来。快，请他们进来。嗯。亮亮，亮亮，亮亮。张大爷醒了，叫你进去呢。张大爷，你醒了。
过来坐下。张大爷，你能醒实在是太好了。都是我的错，大黄因为我去世了。如果你再因为我出了点什么事儿，对不起啊，张大爷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护士都跟我讲了，是你在关键时刻果断地做出了决定，没有让我直接手术。你们还给我输了血，是你们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回来了。大黄这条命啊，活在我身上了。那张大爷，您可原谅我了？原谅了，原谅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张大爷，谢谢张大爷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闭嘴！你出去。我们俩有话要说。有件事情要求你。哦，你说。我想要大黄，我想厚葬他。哦，您放心，大黄的尸体我们已经放在冰柜里保存了，只要等您身体好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帮您厚葬他。哎，那谢谢你了。没事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还说什么谢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我得了这场病才明白，其实啊，医生和患者没什么谁对谁错，这都是命里注定。老天爷也不想要你啊，你想死都死不成。哎，可怜我那大黄，他是命里，哎呀，命里注定啊。张大爷，您别难过了。你刚醒，身体还很弱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哎，你快忙吧，也耽搁你时间太久了。行，那你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。哎，那我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好了，咱们俩一块儿走吧。你怎么撇下我自个儿走了？在那儿等我，等到时候啊，我去找你，咱俩还做伴儿。你们几个把他就埋在那棵树下吧。爸呀，不就是一狗吗？扔了得了。屁话！大黄他不是狗，他是我的伴儿。埋啊，爸，您别生气，这就给你埋了去啊。
张大爷，为什么要把大黄埋在这儿啊？我想大黄的时候啊，看一眼这棵树啊，心里也是个安慰。就像宠物乐园里的阳光花园一样。哎，我说，20万准备好了吗？拿不出钱来，就给我爹磕100个小时。住嘴！你们还有脸要钱？比起大黄来，大黄才算我的儿女，你们算个什么？这几年，从早到晚都是大黄陪着我，陪我遛弯，提醒我吃药，给我叼拖鞋。大黄才是我最亲近的。爸呀，你糊涂了吧？我不糊涂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们几个，除了惦记我那点钱，心里从来有过我吗？病重的时候，你们都舍不得跟我献血。要不是亮亮，我早就见阎王了。你们几个不就是惦念着这个吗？是啊，遗嘱我早就写好了。本来是想把这点钱都分给你们，可是现在我改主意了。决定我这点钱全部捐给动物保护协会，用这个钱给更多的动物治病。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张大爷，我帮你们。你说爸生病的时候，你俩死哪去了？哎，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要不是你一遍遍问遗嘱的事儿，能有这样结果吗？怎么的？你俩不想要啊？啊，你俩不想要啊？行了，该护理的时候人没了。不是，哎，你这话说清楚什么意思呀？是不是爸生病的时候我们没护理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咱们这叫呀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有种感情叫做等，有种心动叫做等，有种默契叫做大黄，一路走好。有种信任叫做宠，有种快乐叫做疯，有种分离叫做痛。大黄是条善良的狗，他在天堂里都能听得见，今后只要你善待其他动物，大黄一定不会怪你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想小七了吧？对啊，我这两天天天做梦都梦到他，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。也许他过得还不错。不可能，我能感觉得到，他一定疯狂的在想我。因为自从吕玉丹走后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，没有人更在乎他。你错了，还有一个人。谁？我。
谢谢你啊，丁涵。可我还是放心不下小七。就算贾长安不让我带回来，我也想确定一下他过得是不是很好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看他一下。嗯，小青，我走了啊。小祖宗啊！看爷爷，看爷爷去了。哎，你看爷爷怎么还不高兴呢？啊，我没见到小七，没见着小七，你等着啊，来，看奶奶给你买什么了。呜呜呜，你快看看，我要找那小七，我要真的小七，我要活的小七。哎，乐乐乐乐乐乐，听话啊，奶奶呀，给你买条真狗，跟小七一模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啊。我知道那条小七，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哎，乐乐，乐乐，哎，乐乐，乐乐，你想吃什么？奶奶给你做。不吃，我不吃。那水果呢？奶奶给你削个苹果，好不好？我通通不吃，我就不吃。除非小七跟我在一起，我才吃。告诉你啊，这乐乐现在我是管不了了，他最近呢、啊、跟那个动物乐园的一个叫小七的狗交上朋友了啊，成天不吃不喝，又吵又闹的，见不着小七他就发脾气。哎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说。都是你把他给惯的，你可别什么事都依着他啊。行了，我上床了。哎，我这怎么还我惯的呢？小七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求求你，你别这么狠心好不好？哎亮，就是看在同学一场，我才没有报警。你别逼我啊！贾长，贾长，你回来！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小七。
你在等我？嗯，见到小七了吗？没有，贾川不让我见。尽人事听天命吧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相信小七和我的缘分是不会尽的，而且我答应过吕一丹，要照顾他一辈子，我绝对不能食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。回去休息吧。嗯。叶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您。啊，没事。您是民法方面的专家，关于宠物抚养权的问题，我也只能请教您了。有没有1%的可能性，让主人放弃小七的抚养权呢？您有什么方法吗？啊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那假如我们能证明小七他有独立的意识，可不可以让小七他自己选择主人呢？自己选择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哦，那假如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有事。啊，对不起叶律师，我还有3个问题，再问3个问题就好了。下次吧，下次吧，再见。喂，喂。小七，小七。你怎么在这儿睡啊？我刚才想办法呢。想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醒得痛吗？不知道，但我只知道，如果我不尝试一下的话，就一点希望都没了。谢谢啊。
小七啊，小七，哇，好高啊！你这小气，拼了！神经兮兮，小七，小七，来，小七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你过得好不好啊，小七？啊？啊！小七啊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逃跑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是二楼，你跳下去会摔断腿的。计划，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贾正安。你看啊，到时候你把整个房间弄乱了，弄乱之后呢，你假装去咬贾正安，假装去咬，别真咬啊。然后弄乱以后，我就会知道，知道以后我就会来接你。这次成不成功就看你了啊。你如果是神犬，就真的是神犬，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。去完成你的任务啊，你赶紧去完成任务，我马上就来接你。等我啊。小七，小七，你今天不对劲儿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坦白从宽啊，别有事瞒着我啊！看着我的眼睛，我跟你讲，别给我耍什么花招啊！听见了吗？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有吃有喝。你要敢跟我耍什么花招，我也对你不客气。残疾人让个座了，行个方便，发扬一下雷锋精神啊！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来，这位先生让个座行吗？你没看见这位先生行动不方便吗？没条件吗？来来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啊。好，哎，坐下啊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坐。干嘛？坐。你嚷嚷什么呀？人家行动不方便，他有坐的权利。你说嚷嚷啥呢？坐呗。
学了呀？摔的，摔的，你是不是爬人窗户去了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，你怎么知道我爬人窗户了？好啊，爱良，你一天到晚翻墙扒窗、偷鸡摸狗，净不干好事，你这样对得起丁院长吗？你是不是偷人了？你，他偷什么人啊？我是去救人，救狗，去救小七去了。真假的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？思想那么龌龊，真是低俗。自己照镜子就知道了。灵儿怎么那么讨厌啊？你怎么废话那么多？什么都要管，什么都要管，你还咬我，咬我，我吃了你，炒了你啊！只要丁和美发现，我一定要你的命！让你再说，让你再说，我让你一辈子说不出话！再说，再说！好漂亮啊，这里，是不是悠悠？你好，美世界宠物乐园。悠悠，咱别这么高冷，赶紧跟阿姨打声招呼。啊，好看这个加菲，摸一摸。哎，你是来给他做美容还是看病的？都不是，我就想呀，给他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，就要是那种全方位的透透的体检，就是从里到外，我倒希望我们这个呀，有一点小毛病你都能给检查出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好，那你先填个单子吧，美女。填单子？还要填单子啊？这么麻烦，你帮我填了得了。哎呦，妹妹呀，你真是把姐当佣人呢。姐姐，不就一个单子吗？我这不照顾悠悠呢，哪有手填单子呀？行了行了，怕了你了，你们这些90后真是。啊，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悠悠。我是说你。嗯，我就是叫悠悠呀。啊，我们家宝贝跟我叫一个名字，爱他就像爱自己。啊，真服气你了。小七，吃饭了，小七啊，来，吃饭了。吃啊，吃啊。嗯，爱亮怎么给我养的狗？以前挺聪明的，怎么现在变得傻了吧唧的？你不吃是不是啊？我没时间照顾你啊，我得上班去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给我的，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还你更喜欢呢。什么？花儿姐，我等不及了，嫁给我吧。你要娶我？你要跟我结婚？你真的要跟我结婚？真的。本来我打算找一个浪漫的时候，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。我已经订好了去马尔代夫的机票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咱们马上去登记，登完记直接去度蜜月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妈妈，妈妈，她是谁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等会儿跟你解释。事情真不上心啊！这是你的兽医考试报名表，还有这是考试项目，还有这是参考书目。
天也太多了吧？兽医考试迫在眉睫，我根本来不及啊。这个给你，这是我总结的重点。有了这个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谢谢你啊，丁院长，你真的是我的知心姐姐。别嘴贫了，交给你的任务办好了吗？当然办好了，那是办得相当的好。你看，我把我的作战计划全部放在这里面，然后小七他根本不知道我来，却趴在窗台上等我，然后我就给他看了，我给他看这个。这个，我们小七可是神犬，看一遍就全部都知道了，假成了半点都没发现。你确定小七明白了吗？那当然，小七可是神犬，而且我和他心有灵犀。你疯了是不是？你非得把我折磨死是吗？我一定要把你送到一个收治疯狗的地方去，到宠物乐园去，把你脑子打开，看看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。那你先填个单子吧，美女。填单子？还要填单子啊？你帮我填了得了，真是把姐当佣人呢。姐姐，不就一个单子吗？我这不是照顾悠悠呢，哪有手填单子呀？行了行了，怕了你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悠悠。我是说你，不就是叫悠悠呀？我们家宝贝跟我叫一个名字，爱他就像爱自己。我估计小七应该是得了抑郁症了。抑郁症？你说我都没抑郁，他有什么好抑郁的呀？开点药给他吃啊。有抑郁症的狗狗，都不太好喂药的，有时候吃药会攻击主人。不会吧？在国外有个案例，有一只黑背就把它主人的鼻子给咬下来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得想办法把他这病给治了呀。这个病啊，没个三五年是治不好的。咱们也算是有缘分是吧？你跟小七的，你们缘分更深了。这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要多少钱都行，就那么定了。还有小七啊，我就放你这儿，我就不要了，好吧？啊，就好好照顾他了啊。